你们男人是不是要是不在一块儿喝酒就不可能真正走近？对，总得喝酒。就是即便认识的人什么也是得喝过酒哈，才会觉得就要不就打一仗，要不就是对对对对对，要不然就打一架哈。对对对，雄性选择方式。对对对对。我就是性格比较直接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天生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仁义，咱们俩2008年，我去考仁义，你去考官。哦呦，那我不记得，当时不认识你，认识你我就把你立刻招进来了。锻炼。就是吧，你说也不也睡不着了，但是现在也没事干，唠嗑吗？不是啊。嗯。哎，没想到这么清闲，早知道多睡会儿了。今天干什么？我们今儿报个节目吧。不想跳舞。昨天晚上白唠了。我觉得一上来总归是要给大家一点任务，让大家可以在做的过程中熟悉，然后彼此慢慢了解。晚会是一个拉近大家距离的一个最特别好的契机，真的是挺美好的一件事啊。哦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早，早上好，大金哥，要吃早餐吗？谢谢谢谢，太好太好太好。早餐可以再配上鲜牛奶，经典冷藏鲜牛奶，鲜活营养是普通鲜奶的1.6倍，满满的都是鲜活营养。哇，奶香的浓郁真好喝啊！我也要经典鲜牛奶。好的，我也想喝一瓶。太好喝了。哇、哦，谢谢哥，来一起搞一个，干杯！干杯，在美好的早餐生活，干杯！哇。你好乖呀，你今天起得真早。你怎么表现那么好呀？我知道你7:30就起来了，然后你又思考了很多问题，检讨了自己昨天做的哪儿不好，然后你决定改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你好乖呀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棒呢？”什么？我不太记得了。他夸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真夸我，有的时候是在骂我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头疼，今天头疼。哎，我还是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晚会。因为我很懂丹姐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去参加一些集体活动，就看似这些很纯真的举动，但其实是反而最能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的。龙哥好。哎呀，我龙哥干啥呀今天？你俩不是要跳女团舞吗？你们两个，你昨天不是教育我们了吗？我教育你，我哪敢教育你啊。我龙哥不是说就是让我们就是那个啊，大胆做自己。不行，不能做自己，赶紧的悄悄给我跳去，你也去跳。我不去洗碗了。为什么刚开始没报节目？像我这种人，我不喜欢在大家面前说啊我想报。
是因为害羞才不报名的吗？因为我不想跳舞。又夸我了，又想夸我了。你怎么表现这么好啊？还行吧，还行，以后多多学习吧。老师，你考虑考虑，其实还挺简单的。搬过去啊？你想让随时给你搬过去？你想弹琴还是跳舞吧？哎，那钢琴我只会点钢琴。跳舞还挺简单的，你就跟丹妈站在一起，有她在显不出来你。对，你跟我站在一起，因为咱们不 solo， 他们 solo， 咱们就在后面当当当当当。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跳舞，唱跳舞 ，OK OK。Yeah!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够我真的还真找到第一版的小星星。哎，哥，我们可不可以用你的这个？可以啊。哎呀，嗨，你这么厉害，不来出一个什么 solo 的？就是我要弹钢琴，然后边弹边唱，它是我自己的原创，然后它叫做 Perfect Night。OK， 都出个节目，来，你也给我出一个。走秀怎么样？走个秀，我可以唱个歌。你想要唱歌吗？嗯，行。哇，太好了！你今天怎么表现那么好呢？妈，以后我天天这样，你就看着吧，一天比一天好，只有更好，没有说回头路。到最后一天，他都得是这节目总导演。问问弟弟，弟弟可能也给大家带来一首 rap。上了，你也去弄一个。整个这一季聋了就是。弟弟出个节目不？晚上想啥呀？现在有啥呀？现在节目已经越来越不告诉你了，现在我们保密了，只能说大家都很急，每个人都几乎都有自己的单人任务啊。哎呀，加节目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吧。不知道唱啥呀？这样，你跟他一起唱一首。你把他叫过来，你看看他说啥。哎，你俩来一首歌多好呀！来啥呀？你俩来一首凤凰传奇的，然后你曾毅，他玲花。哎，我们可以唱那个《全是爱》。王苏龙，你不要老只让别人干这干那，好不好？你太强势了。我一直有这个问题呀。我们两个唱歌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就不用跳舞了？是啊，搞不搞？你来一首，你选一首。您真的非常热衷于在菜谱里面忙忙叨叨的，具体忙些什么？可以给我们细数一下。那首先是看看怎么规划这个菜地，怎么更合理一些。有一些不能长的我可能就得去掉，然后把地翻新之后种一些短时间内更快可以长出来的东西，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可以吃到，或者说是销售给美丽的老板娘。
然后还在想就是怎么能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充满活力，在之后的过程中可以一点点去落实它。